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Mirror 频道，我哋系 Mirror。咁今日要讲嘅就系咩咧？今日咧就系要分析一下大家嘅人物特征、人物特征啊、性格啊各方面啊，从而探讨一下，如果有电影嘅话，大家系会适合啲乜嘢嘅角色咧？咁我觉得如果以特征嚟讲嘅话，呢一度在座就可以得阿 Man 同埋阿 Tiger 可以试下尝试女仔嘅角色嘅啫，咁够高啊个层面。够高够高，咁点解点解咧？因为就系长头发，头发长长啦。我觉得阿 Man 扮女仔应该会几似，讲真嘅，即系如果真系，我都觉得几似啊，个轮廓好深啊，因为佢咪佢上次太恐怖，我觉得我唔系好想代入翻去上一次嗰个角色，有不愉快回忆。系啊，我觉得如果真系有一个角色系可能要做一个比较中性啲嘅角色，男扮女装，我觉得阿 Man 系可能会比较适合，讲真嘅。嗯。老虎仔我都覺得嘅 Tiger， 有時睇翻佢啲相或者我哋以前啲 event 咧，都有啲角度咧，佢都幾純下嘅嗰、那個，都幾對朋友阿布咁樣嘅。成日都有人話我似女仔喎，唔知點解靚女個樣點解靚女啊靚女個樣細個啊，因為咁你個人都細個嘅本身真係皮膚滑滑噶嘛。咦，你电咗发喎？系啊，新形象点啊？咁佢都可以做。有冇多啲潜质啊？短发嘅女仔啊！老虎而家大隻咗咧，又要提一提你大隻咗。老虎而家大隻咗咧，加埋佢呢把长头发咧，我觉得好似以前嗰啲打功夫嗰啲漫画嗰啲角色，中华英雄黑熊，中华英雄就阿妈。你把头发好靓好长喎，系个名医嚟噶，系个名医。早排同 Tiger 开剧，佢着咗一件超级紧身嘅黄色短袖，又摆个好大只嘅架，佢劲似七八十年代嗰啲江湖中人咯，肥尸啊！大家有冇睇《少年激斗篇》啊？我肥尸一样得喺度打出但如果你会想你想做咩角色啊？如果系你嘅话，依家俾你拣，俾我拣啊！我想做一啲浪子咯，即系夕阳武士，好不负责任嘅浪子。例如咧，有冇呢一类嘅角色我？我哋比较深入民心嘅，深入民心有嘅，东邪西毒嘅有啊！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？《阿飞正传》嘅旭仔啊，系啊 ，OK 啊，即系嗰类型咯，非演员系哥哥张国荣，即系系啦，旭仔啊叫做，然后就系嗰种浪子啊，情场无敌手啊，但又好不负责任嗰啲人咯，即系你先不负责，系啊，即系现实唔可以不负责任，不负责任好多次，拍戏试唔到真实试下咯，就系真实试唔到，所以拍戏试下咯。诶，我觉得 Elton 嗰啲火水佬嘅造型，或者你抢麦，我以为你讲自己，唔系啊，我想问下你，睇下你除咗嗰啲整煤气啊之外，其实你自己想做啲咩？三行啊，五金啊，系啊，嗰类嘅架单车啊，等等先，大家冷静少少。铁闯天涯，唔系我自己就好中意睇嗰啲军天万将，好多个大只佬喺度打交，揸晒火箭炮嗰啲嘅，永远都系着皮褛噶嘛，完全唔衬呢一件事嘅，都衬嘅，点解唔衬啊？你襯咗啲人就唔係打仗，用炮火，用肌肉，純粹用肌肉喺度齋打架，齋廝殺。唔知啊，因為有時候都個意頭射個導彈過去。其實早排阿擠哥咧，D 啊肥仔佢哋 ，Era 佢哋咧，不約而同喺同一日 send 咗一張相俾我，跟住佢話我似女仔。系啊，我都系做乜煤气佬算啦咁。煤气佬的血与泪。嗱，不过上次煤气佬，点解会大家会出现咗煤气佬呢个话题咧？俾大家啲观众了解一下，就是、因为我哋拍完灯嗰个小剧场啊嘛。咁有好多观众误解咗咧，系点解抄煤气咁大只？搞清楚先，我唔系抄煤气抄到咁大只，系大只佬去抄煤气啫，系冇冲突嘅，抄咗好多家，系冇冲突嘅，即系书法家都可以好大只嘅，咁但系未必写书法写到咁大只，手瓜起剪嘅。我绝对明白你嘅意思，多谢你陈卓贤。咁陈仔，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冇啲咩角色咧？系特别拿手或者想挑戰？我都好 open to 所有剧本嘅。即系好 welcome 军天万将女，军天万将都得女版或者系女版。你个剧本又系同啲狗有使命啊？又嚟人狗情味，你唔该要抄只狗啊嘛？小 Q 小 Q 嗰啲系嘛？小 Q 小 Q 嗰啲咧？我觉得如果真系讲啱自己做啊，都啱啊，揾我啦。小 Q 小 Q 咧？演小 Q 喎，演小 Q 要啲时间咯，摸索一系要摸索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你得嘅，即系我而家咁嘅生活习惯咗二十几年啦，包括我行路步姿啊咁，所以我都要翻一年半载去习惯。如果要我演小 Q 嘅，你咧？好啊，
我想做啲我想唔知点解我想做啲自闭症嗰啲啊。嗯，我想试下，我想尝试下喺嗰个世界活着，睇下有啲咩感觉。因为平时我都系少啲讲嘢啦，但系自闭症嘅人唔系佢唔讲嘢嘛，但系佢系超级多嘢讲噶嘛，但系佢唔表露出嚟啫嘛。但系嗰个系完全同我相反咗少少，我想试下嗰啲嘢。A K 啊，你啊，我啊，我想如果系我想拍啲系好科幻嘅嘢，即系好似阿凡达，类似或者多我一嘢变出嚟嗰啲有好多魔法，我想试下玩嗰啲，好似好好玩。即系会有好多 effect 嘅，但系你知道你拍嗰阵时系冇 effect 嚟。我知道啊，你要幻想，纯粹幻想，即系你就咁喺个绿色嘅厂就咁自己喺度，好有幻想。Doctor Strange 咁样，哎，跟住就祈祷出嚟嗰下好有型咯，我会，我会祈祷个制成品。我谂你都唔会有型嘅出嚟嗰下。即系你扮小 Q， 我咁唔够你扮小 Q 有型嘅。唔系我扮小 Q 会就 Q Q 嘅，系啦 ，Q Q 嘅。你话但如果系真系唔系玩嗰个，即系啲。二啡嘢嘅話就我都會有啲興趣想試啲特別啲嘅角色，譬如自閉或者有啲殘疾病嘅一啲特別角色，特別對於佢有特別處境嘅角色咯，會有啲興趣，譬如跛腳咁樣，嘅牙飲漂白水牙咁樣唔小心，牙應該係一個挑戰啊！牙嘅話就真係咁啊大挑戰啊！我講嘢嘅話咁啊大挑戰啊！如何用有限度嘅 movement 去表達到我好多嘢想講嘅嘢？但你平時唔講嘢都你今集可唔可以試下？哇！又只不得翻三個人啫，觀眾可以冷靜，所以我太好奇啊！得翻三個人啫，而家舒服啲啊，舒服啲啊！我想揀，我想揀，我有啲似老虎嘅，有啲似不負責任，但我想試下喺依個中學年代不負責任咯，即係純粹喺學校係唔讀書嘅。因为细个真正要读书嘅时候，你唔读书系会要负责任噶嘛，就放肆一下啦，完全系纯粹净系识玩乐嘅一个校园生活系点样咧？我谂在座冇一位中学都真系读书，大家都好不负责任，大家唔读唔还唔读系一点样讲咧？唔系读得唔好还读得唔好，但系大家都要翻学，系啊，点样都要俾面读几下噶嘛，考试嘅时候点都要读噶嘛，咁你都负咗个责任咯。咁啊，啱啱讲咗啲大家想做噶啦，有冇啲系？觉得系嗰句，唉，你一做嗰啲一定搞得掂噶啦，咁样。哦，即系而家调转啦，就人哋觉得佢啱。系啊，人哋觉得。唔系，但系我想好想问一个问题，就唔关你呢个课题事，我就想问，即系大家都系一个偶像啦。如果真系有一套剧，有一套电影叫大家铲光头嘅，你哋制唔制？光系真系去到系唔系铲，系照到光咯。零嘅零零，见到个脑，见到个脑嘅光头，见到个脑，哐哐声嘅啫，哐哐声。咁我睇下嗰套剧系讲咩噶啦，或者我喺。你一拳超人啊，当咁啊！如果系一拳超人，咁我 OK 嘅，即系佢去到个故事，因为有科幻有，系因为有嗰啲啊，一拳超人冇意思，一拳超人系打架。你谂下，你光头，我一定会去探班睇你喺个绿色嗰度，然后自己喺度讲有光头。如果嗰个剧唔系即系嗰个戏系好，系知道好帮助到我将来嘅话，系咁我都会愿意去做嘅。咁我咧头发都总会生翻嘅。咁都無謂為咗個頭髮浪費咗個機會。但我聽聞過有啲人拍古裝咧，咪剷咗個頭嘅，跟住日曬雨淋曬到啲髮囊死曬。好，聽講嗰啲係剷得太多次，即係黐個頭度黐得太多次，唔止一次咁簡單。即係咁掹住。係啊，最後就導致到真係冇頭髮呢個危機。咁你都可能面對呢個情景喎。點解係我唔係你咧？唔係啱啱講緊你啊嘛。哦，咁佢啱啱話你話你肯接受嘛？佢啱啱話試一次啫嘛。你試下問我。我諗呢啲嘢試得多先至有危險嘅啫，試少少冇事嘅。咁你哋得唔得剃光頭？我唔得。你唔得啊？咪答咗先，回應你嗰個。唔係，其實我啊，我覺得我光頭真係好問喎。但是为了一个电影的艺术，即是 你觉得你为那些本身 cast 中了，由铲完光头回去给导演看换人啦，这样你是落命的，你落命都是不对的，这个落命铲不铲头都会换人。铲头我都 O， 铲头其实 OK 的。你真的 OK 咩？你真的 OK 咩？嗰阵时做声剪你都甩咗咩？你头先讲紧拍戏同拍剧啊，拍节目系有啲啲出入嘅，有佢嘅嘢啦。嗰阵时剪短咗少少，唔开心啊佢。叫个发型师快啲行开啊！同你讲，呢条山路行啊！我 OK， 不过其实都一样看看，即如果你真的喂行过嘅，然之后叫你剃光个头，咁梗系，诶，不如下次先啦，或者不如我找个有光头嘅俾你，咁好唔好啊？如果好有发挥就好有发挥，应该都肯嘅。我嗰啲大家有冇人唔肯啊？如果好有发挥嘅话，应该都冇。好有发挥应该唔会啦。即系去翻呢个，大家会觉得大家适合做啲咩角色？好，我觉得嗱，唔使讲，佢一定适合做运动员啦。
即係你即係拍開啲拍翻啲運動嘢嘅話，佢一定係得心應手噶啦。我突然間有陣時會諗起佢係可以做一個嗰啲好即係好專業嗰啲，即係可能係唔係醫生律師啊律師，但係咧變態嘅。有阴暗面嘅，有阴暗面嘅，即系奸嘅，明成奸嘅，明成奸嘅，嗰啲啊嘛，佢应该都几得冇镜片嘅眼镜、眼丝嘛，佢而家都几似牙医啊，觉得，帮你出出嗰啲嗜血嗰啲牙医，系啊，我觉得都似即系嗰啲。即系斯文败类啦，系嘛？又未必系败类嘅，斯文奸嘅少少奸奸咯，系奸嘢都好奸得嚟，呢啲都正，我都好想做下奸角噶，我觉得。我覺得皮皮反而同奸角呢個有啲出入喎。哦，係咩？佢係嗰啲咧想好奸，但係真跟住佢點都係個好人，好慘。即係睇完成套戲都係冇意思。皮皮真係好好啊！我係好人，殺咗成村人，皮皮真係好。但係佢都係好好，佢仲做到卧底，佢幫呢個世界㗎。咁我咧，你覺得我適合做咩？你適合做黑社會？都未必啦，太正路啦。咩叫太正路啊？阿咋咋嗰啲流罗咯，流罗，我中意流罗添。他可唔可以开一集系阿咋流浪闯天下？就系你做主角啦。哈哈的一生嗰啲，流罗的一生咁样。系啦，流罗光辉的一生，系加佢靓靓咁样加到个名。咁啊，虎仔咧，杀手咯。点解咧？细诶，即系个样唔似，但系其实我系个杀手。灵活，金牌杀手。你咪今日杀手，同埋你唔讲嘢，你就咁摆个架又系咁样，系咁样就好 cool 啦。一下，然之后就跟住就 put take 噶啦。O K， 我觉得阿虎可以试下嗰啲教皇哦。教咩叫教？系啊，即系嗰啲传销嗰啲头头嗰啲啊。叫佢而家呢个发长发，然之后 all black， 佢嗰啲气场风咁冚埋嚟，完全唔使讲嘢嘅。但系我谂我适合做咩啊？抄煤气噶，抄煤气都系抄煤气。三行的一身 ，Elton 适合做啲咩？运动员啦，运动员首先第一，我都觉得运动员非常之适合嘅，即系运动类。突然间谂起佢系拍一啲好讲生活啊，然之后讲一个人嘅一生发生过咩事，然之后佢就系一个好大只嘅。街市档嘅买菜又好啊，即系猪肉佬都好啊，咁样系啦。我成日都好想拍嗰啲咧，社会极低下阶层，好惨，跟住俾人恰咁样，跟住到去到故事嘅结尾都系反弹唔到，跟住死咗嘅。后屘可能系一个江湖中人，但系佢心系善良嘅。咁冇奸角啊呢套戏。呢套喺度咯，有啊喺度，但系佢都唔小心，系咪佢咯？佢都系啊，最后变咗好人啊又。佢系奸角，老虎系奸角。你想做啲咩？我想试下做残疾人士咯。点残疾法啊？边只残疾啊？唔系肢体上嘅，即系可能啱啱皮皮讲过话系自闭症嗰样，但系可能系讲紧智力有啲问题咁样。系咯，轻度弱智啦，或者重度都可以试下嘅。好难噶，但系唔系我觉得呢、這个其实到讲到尾都系讲个剧本嘅，咁但系自己不过系接受同 OK， 即系如果接到觉得开心咯，因为觉得哇，好有挑战性，同埋真系有别于以往做开嘅嘢咁样啦嘛。阿咩咧？觉得自己适合做啲咩？如果真系耍家嘅话，我觉得可能系一啲打嘅戏咯，系啊，打嘅戏就开心啲。打佢咯。好惨，又系佢啊！佢已经好市井，好惨，俾好多人恰噶咯。系啊，就系要我就光头一嚟打你一拳，一拳又变翻一拳超人噶啦，咁就超人啦，咁就系啊。之后系有啲江湖味重啲嘅，嗯，你可以揾埋老虎同埋你一齐拍啦 ，AK。咦，咁啊，好适合啊！你听到呢个名就最适合系咁样啊。跟住以下落嚟呢一节，我哋就会玩个小游戏啦。喂，你好啊，呢位先生。先咩生啫？边个话先生啫？咩唔得啊？边个话唔得啊？你有啲嘢唔好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你见到我好唔信，你唔信，你嚟做咩噶，阿生？